老师，我们不是要结婚吗？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本本，可不可以不要去了？整个超早。好啦，今天就是一年一度的走中奖，然后呢，依照惯例，我每一年都只穿和服，穿礼服跟西装无聊嘛，大家都这样穿，有什么好玩的？整个没开机，整个很累，超累。我刚刚有100个想说取消还是取消，取消好了啦。然后不行，我还有跟放火约好，那我就来了。今天是第一次来这里记录我穿和服的过程。噔噔，就是我们两个衣服。我本来要穿，就是他穿的是那种类似结婚在穿的，然后我本来也要穿，结果那个老板跟我说那个7公斤你可能走不动，所以我就没办法穿。结婚啊，7公斤？对，7公斤在身上，然后我想说好吧，那我挑比较轻一点、轻便一点的。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等一下穿出来。没错，好，我想大便。我们现在来这边先穿和服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是来换装，然后现在本本已经换好内裤，本本还要换他的外装。那你穿的这个先叫做什么？我这边是日式，就是如果要跟女生做结婚的话，就要这样穿。然后为什么会选紫色？是因为你知道紫色代表高贵之气嘛？那古代只有皇帝才能够穿紫色。他帽子的部分，我后来加的，因为有想到可能会下雨。终极一般丁小五，我们今天不是要穿那个日式结婚的礼服吗？就很正式。那我们要真的结婚？没有啊，没有吗？我以为有啊，不是有啊？你没发现你是穿那种结婚穿的，我不是吗？我不是要真的结婚吗？老师，我们不是要结婚吗？终于到这天了，我跟本本要结婚了。怎么没有武士刀？因为我今天是你的随扈啊。你不是我的新娘吗？对啊，我今天是你的随扈啊。重嘞、欸！这有开封吗？没有吧？要我去砍人哦。嗯，你弄好了。那开封老公。哦，我等一下要结婚了。说哟，你有话说吗？啊，那不然我来帮你带一些话题好了。天气、电视、口罩、夹子、塑胶袋。好，我们下一趴，谢谢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要牵手了？啊，不行。好了，我们先要出发去会场。不要走。哎，我们到现场了。怎么还牵着啊？对啊，我们一直牵着。他是要牵我啊？我没有啊，你要牵我哎、欸！你看，我现在放开，他不会放开。还是我们整场都牵着，看别人看到我们会有什么反应？他说不会有反应。我觉得不会有反应。至少嘘寒问暖一下吧。应该是不会，我觉得不会。完全不会问吗？至少问一下吧。对，结婚了。你看，马上被问了。我今天才一包给雷老师，要包给你，要包给雨谦，那太多了。真正的夫妻在这里。他们两个说他们今天要结婚，还是你们等下就干脆先准备戒指，走红毯的时候顺便求，快点去买。在我在家里啊。今天好像没有担当的男生，不想结婚了。可以啊，我们消费你这么多次出现有什么？还好吧，我们互相消费啊。可以。我也常常消费啊，就是一样。好奇怪啊，怎么一直上新闻？怎么回事？我们来比谁在 D 卡上被骂的。最近应该会赢。酷炫的主题是蓝色妖精，很像是柯南。我知道了，你的红色的结界它不要了。我知道，真正凶手是这一个。噔噔噔，我们要拍照。拍照。对，其实我没有想拍照，因为我没有那个习惯，你知道吗？不拍照？为什么？就没有那个习惯呢？我们去泰国的时候，他也都不拍照。我说你不拍完美照吗？他说不要。你干嘛一直跟着我啦？因为逃避工作了啦。适合反骨啊，再反骨。哦，毕竟我们家每个艺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嘛，所以我也要有一个问题。对。哦，那你不要再拍我，我不拍了。现在就走，当老公。好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走红毯的时候，我们会以情侣要结婚的方式走红毯。你不会偷亲？今天就是官宣了，对吗？他等一下会不会走红毯就偷亲我？不会啊，我不会啊，我不会啊。我不会啊，很不会啊！我要戴口罩，戴口罩走红毯。好，我们等走红毯。对，我们等走红毯，还有一段时间。我吃了两份东西。吃什么？我吃咖喱，还有煎饺，还有炸鸡。然后我咖喱都没吃，我只吃白饭。哎，你穿那么漂亮。
爸不要这样子，不要来弄了。是家里来的，是家里来的。是他妈妈。你不要哭了，干嘛？你怎么哭了？对啊，他哭了，就你不在。我觉得现场很混乱，现在到底怎么了？你怎么？你为什么要哭？你在哪里呢？他是谁啊？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讲话？走奶。到了很多很精彩的表演呐、啊！好，今天影片到此结束。以上就是下礼拜会出现很多支的其中一支很无聊的 vlog， 耶、yeah ！那还想看我去哪边或拍什么的话，就在底下留言，反正我也会当你没说过。